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首届全国少儿经济电视大赛决赛的直播现场。今天是我们决赛第一轮的第十场比赛了，依然是少年业余组的比赛，欢迎各位的收看，我是任鲁豫。我是董毅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本届少青赛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、央视网戏曲频道官方微博以及面向海外播出的长城平台上的 CCTV 戏曲频道进行同步直播，我们在这里期待您的关注。好，直播一开始，赶紧让我们了解一下比赛规则。决赛第一轮，180-60，每场15名选手参加，5名选手晋级。比赛设有两个环节，第一个环节是京剧舞的展示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每位选手表演完毕，由3位专家评委现场亮灯，3盏灯全亮视为通过，否则视为淘汰。通过的选手将进入第二个环节，3分钟才艺比赛机会。比赛结束，由3位专家评委、10位媒体代表以及现场80位观众评审共同打分，最终排名前5位的选手将成功晋级。好，了解了比赛规则之后啊，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下今天的3方评委。首先想起掌声欢迎今天的80位观众评委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细心的观众朋友已经发现了吧，今天还有一位明星嘉宾来当我们的80位观众评委当中的一员，那就是李金斗老师。著名小金，欢迎您的到来，欢迎金斗老师。今天不仅要当我们的观众评委，待会儿呢，15位选手比赛结束之后，您作为第16位选手登场来比赛一把，行吗？到时候有请我们3位专家评委给亮灯啊！啊，今天现场呢还有10家媒体为大家做一下介绍，他们是央视网、新浪网、360导航、新华网、啪啪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武汉广播电视台、北京青年报、中国文化报，还有京华时报。掌声欢迎各位的到来！欢迎来认识一下今天的3位专家评委，欢迎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胡名家李祖明先生，欢迎，欢迎。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京剧名家刘桂娟，欢迎，欢迎您。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名家李伯祥先生，欢迎，欢迎。再为大家介绍我们的2位监审组成员，他们分别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崔伟，欢迎，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名誉所长刘连群，欢迎。好了，比赛马上开始了，那么第二现场准备好了吗？导来咪准备好了，这里就是少青赛的第二现场，我是主持人斗然咪。今天又有15位可爱的孩子已经来到了现场，要为大家一展绝技，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1号选手。1号选手王鹤全，9岁，地区辽宁沈阳，参赛曲目辕门传奇，行当老生，参赛组别少年业余组。来自沈阳的杨六郎啊，展子，希望你给我们开一好头，这舞台交给你了，走，跟我击一下掌好吗？来，走。
好，谢谢王鹤臣。哎呀，今年九岁了，听你唱真带劲儿。刚才我和观众我们都提心吊胆哈，看着那时间，生怕有点超时。这两天啊，我们的评委老师不断的在说，孩子一定要多跟乐队合作，少跟伴奏带。今儿个第几次跟乐队合作呀？第四次。第四次，你觉得跟乐队合作感觉好，还是跟录音带感觉好？乐队。什么感觉？挺放松的感觉。哟，听着挺放松的哈。来，你这种放松有没有感动我们今天三位评委专家呢？李祖明评委。你这个使伴奏带啊，就不如现场乐队，因为乐队是跟着你走的，你使伴奏带，你得跟着伴奏带走，知道了吧？所以你觉得舒服，以后有机会还多跟那个乐队，现场乐队。再一个，你注意一下你那个那快板啊，别越唱越快，节奏不稳，以后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，知道吧？他这噔噔噔噔噔噔一噔噔噔，这就是节奏，噔噔噔噔一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已经告诉你节奏了，你别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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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你突然间上来了，前头就是节奏，好吧，不错，你这好一盏灯，哎呀，开门红啊，刘慧娟评委，你看这小王乐的，一看这个李老师给了这灯，你看开心的呀。小王这扮的真挺漂亮的。李老师要过去了就放松了。哎呦，李老师要过我就彻底放松了。对呀、啊，他吓的孩子。他扮相真的挺漂亮的，又干干净净。今天卯足了，能看出来啊，因为我们昨天太严格了，所以今天小朋友们，我看在那个后台都拼了命的在那儿练啊。今天你完成的不错，李老师也给予肯定了。就是节奏问题，还有就你高音的时候啊，要喘好了气，尤其那句你翻着唱的，到最后那调门一定要不要塌掉啊，咱们不是冒掉，有点塌掉，下次注意，给你了。好，两盏灯，李伯祥评委。这小孩是不错，才九岁，扮相也挺好，天生一条吃炒虾仁的好嗓子啊，就是唱的时候啊，在这个拐弯抹角的时候再多加点功夫，万事开头难。我今天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，因为我是相声演员，我前面也坐这个相声名家李金斗，我看他直鼓掌，如果我要不给灯，我也对不起说相声的。好，祝贺三盏灯成功进入到下一环节，好好准备，一会儿再来好吗？好，一会儿见，我们掌声欢迎。贺臣真是给我们开一个好堂。哎呀，今天那个王鹤臣这个比赛呢还是不错的，因为跟乐队合约的时间确实很短。哎，孩子原来一直伴奏带，现在所以说跟弦有点不太适应，发挥的挺好，继续努力。好嘞，贺臣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心里头啊，快板他心里不能快，慢板心里不能慢，所以京剧讲究逢左必右，逢前必后，对不 对？好了，我相信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的，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二号选手。二号选手周正坤，九岁，地区山东青岛，参赛曲目《迎朝关》，行当老生，参赛组别少年业余组。又一位老生，嘿，《文昭关》伍子胥，我们听听他唱的如何，走。
间，时间到。周正坤，我们的京剧是姥爷教的是吧？是。都说这家人没法教自己家的孩子，那你姥爷怎么教你啊？严吗？很严。怎么个严法呢？就是有一个字儿不好，姥爷都能听出来。那他会批评你吗？有时候唱的实在不好会批评我。你怎么形容你姥爷呢？嗯，也就是有时候严格，有时候也可爱吧。有时候严格，有时候也可爱。你知道你妈妈告诉我说什么？她跟她妈说，姥爷平时是可爱的姥爷，教我练功的时候就是一个魔鬼姥爷。其实姥爷特疼的，他所有演出的服装都是姥爷给他量身定制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姥爷都花了3万多块钱了，是吗？是。那将来长大了，一定要好好的报恩姥爷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，三位评委喜欢我们吗？从刘桂娇评委开始吧。嗯，郑坤这服装真的好漂亮，从上来我就看，哎呦，这服装绣的哈，真是特别专业。嗯，整个的装饰满身都是爱呀，真是很精神。难怪呢，这都是用心血哈，给做出来的服装。他嗓子真好，他嗓子特别好，包括有假声的地方他都不用，他用真声就能上去。就是我们这一段里有时候你忽好忽坏，哎，一句就非常好，后面呢可能就说不上来，你就有时音准问题啊，节奏问题就出现了，然后又好了。就是你在一个段落里面吧，起伏比较大，但是你的整个条件很好。如果说是在加工啊，找一个老师啊给你规范的，把音准方面给他衡量一下呢，可能还是不错的。嗯，我给你鼓励吧。过了，李伯祥评委。这出戏是四大须生杨宝森老先生拿手戏，也难为孩子，这个戏太难唱了，他不是光凭嗓子，他还得有味道。当然了，你才9岁是10岁的，有的时候随着年龄增长，好好的用功啊，好好努力，多用心，将来赶上杨宝森，我也鼓励你。好，两盏了，就差最后一盏了。李祖明评委。哦，你那个，我觉得你的唱应该回在家里工作，这是一，高音不错，低音没有，低音有不准了，因为这一段难唱就在这儿了，而且你不应该每个字儿都使劲，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字儿，带着你地方的那口音，你应该上学应该全是普通话嘛，把这几个字儿再好好再练练，你回去听听录音，就听听你今天自己的。再比较一下，再听听老先生的，一比较就出来了。下次再来，好吧？好，谢谢李祖明评委。咱们把自个儿唱的用手机可以录下来，然后再听听那个老先生的录音，对比着听，能够进步很快，行吗？行。心里难受不难受？没过去。不难受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觉得比赛有收获？收获啥？能听了老师的讲解，我能比以前更进步了。哎呦，好孩子，可以了。老爷在第二现场呢，是吧？老爷说两句。今天呢，带着郑坤来参加这个电视大赛。首先，感谢中央电视台给全国的儿童呢，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那么个机会。通过三位老师的点评。我们呢找出了自身的不足，回去以后呢让郑坤呢刻苦学习，通过今天的这个锻炼呢为他将来考戏校呢打下一个好的基础。啊，我知道啊，您给郑坤练功的时候不希望姥姥来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搬腿的时候，搬腰的时候？对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京剧的基本功呢，实在的说就是比较刻苦。首先呢，搬腿功、四腿功、腰功，啊，每个功呢都是通过呢，多少年的磨练。我听明白了，就是姥姥一看不忍心，哎呀，你跟我孙子干嘛上刑呢？这是。现在电视机前，姥姥已经坐在那儿了啊，还有很多的同学老师，跟他们说点什么？就是我要感谢我的姥姥姥爷、小姨，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对我的支持和付出。
还真是山东口音还挺重，所以上台能带出来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三号选手。三号选手李默西十岁，自区辽宁沈阳，参赛曲目《鬼吹醉酒》，行当青衣，参赛组别少年业余组。哎呀，这两天啊，经历到沈阳来的选手，看来人才济济。你会唱沈阳的市歌吗？会。你给我们唱两句。沈阳啊，沈阳啊，我的故乡，马路上灯火辉煌。千万唱戏的时候可不能这个调啊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小贵妃。Thank you.
谢谢李莫西，今年10岁了，来自辽宁沈阳哈。哎，我下午还一直纠结一个问题呢，因为我听说这孩子学习4年了，其中有3年一直在学老生，学青衣才学了1年，我还在想，哎，学那么长时间老生，为什么晚上不唱老生呢？后来我一看，原来前2个都唱老生是吧？所以你想与众不同。嗯。哎，老生你会唱什么？给我们唱一句行吗？行。啊。掌声吧啊！我们这个又学了听，又学了老生的小戏迷，究竟能得到评委的什么样的意见呢？李祖明评委，您那个扮相什么都不错，唱方面也许你是刚改了小嗓，不习惯，对吧？你回去再你要决定彻底改回淡去了，那你就再好好练练。下回再来好吧。有目标吗？想继续青衣还是回去学老生？继续青衣。那就听听刘桂娟评委的意见了，来有请。小姑娘扮相其实真的很美，小美人一样，像古代的那种美女啊，就是嗓子有时转轴啊，高音低音都有问题啊。你要想改青衣，你必须得训练。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这化妆挺漂亮的，但是这服装你想想，贵妃醉酒头一场应该是穿蟒啊，她不应该穿的这种宫装啊，这是属于有点硬伤的，可能是服装没衔接好等等吧。哎，李祖明朋友有什么补充吗？我说他提这个，他提的这俩跟人孩子没关系。对不对？人胡美队的问题，你就说吧，你怎么样吧？您这今天打岔刘桂娟评委哈？啊，对啊，他说他服装穿错了，我说跟人孩子没有关系。他说这个问题不在孩子身上，对，当然也不在我身上啊。那李伯祥评委，您说吧，这盏灯您？啊，确实这个孩子啊也挺漂亮，我呀跟人家两位比，我是个相声演员，是个戏迷，我听着反正嗓子不错，味道稍微差一点，姑娘参与就是胜利啊，我对你师父老师跟你的辛苦我表示敬意，对于登不登我向你表示一下不好意思。好，谢谢。那刘桂娟评委您的意见？我同意二位老师对于专业的这意见啊，今天我终于看到李祖明老师，哎呦心情忽然间很善良哦。我主要是您在他旁边做感染了，说的对呀，这也是我的收获呀，小姑娘下次再来啊，谢谢你。好，来我们掌声欢送一下，谢谢。爸爸跟女儿说两句。孩子学京剧本身，我们就是觉得它具有中国元素的很多方面。对。然后孩子喜欢，我们全家也跟孩子一起更多的了解的京剧，重在参与。今天能站在央视的舞台上。我们为孩子感到骄傲，我们也感到很自豪。我为沈阳能出现这样一个小美女也感到骄傲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4号选手。4号选手智雪莲，11岁，地区湖北武汉，参赛曲目《侍奉》，行当青衣，参赛组别少年英语组。你这行当是闺门旦是吗？是的。那你能说说花旦、闺门旦和青衣有什么区别？闺门旦算是花旦和青衣的一个结合。用年龄来区分呢？年龄来区分的话，闺门旦算是15啊、16岁，还有20多岁都可以唱的。这太不等了。那你到底今天要唱多少年龄呢？我唱的是11岁的。好了，我们来认识一下11岁的闺门旦，走。
水族。谢谢智雪莲，我们还是一个11岁的小姑娘哈，我们载歌载舞的有那么多的身段，真是不容易，大家都给了你掌声。来，我们听听三位评委的意见，咱们从刘慧娟评委开始好不好？雪莲呢，在台上很享受，她好的地方就是她原场很好，也包括她下场啊，原场非常稳当。问题呢，我刚才也在想，就是她这一个段落呢是载歌载舞。载歌载舞，但是我们有静有动，就不能总是在行走，让人家很难够集中。就说你看昆曲也是一样，它虽然是一边唱一边动，但是它一定有静止的那一瞬间。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很难抓到一个给它拍照的机会。您知道，它必须有个亮相，那样起来呢，它就不忙活。就我感觉它很忙。它里面加了很多的一些像舞蹈的动作，舞蹈动作很美，但是不管怎么美，我们也是戏曲，就是你出来要是戏曲味儿，在这方面呢，你再跟老师啊回去，哎，然后再斟酌的再研究一下，嗓子有时不是很稳定，有时好，有时候就虚，还有点塌掉。能让我们过吗？比较困难，我觉得再努力吧。李伯祥评委，我同意刘桂娟老师的看法，这出戏很难唱，似梦又叫连锦风，这是梅派的拿手戏，身上挺好，就是唱的姑娘再加点功，你这个唱法呀，这好像是李金斗说相声说得好，李金斗炒的差点啊，再加强努力，也不给我们的。哎呀，您这一下得罪了好几个。李祖民评委，我同意他们俩的意见，就没意见了是吧？三个人都不给我们灯，孩子你想说点啥？我觉得没关系，下次努力就好了，我觉得能来到这里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哇，你看这句话说得好，满堂彩，孩子下次咱们再来好吗？我支持你，来。
老师对他今天的表现说点什么？我觉得他不容易，因为他咳嗽已经快一个礼拜了，咳嗽一个礼拜，今天下午排练的时候嗓子连音都不出。其实他是一条非常好的嗓子，而且很通畅的嗓子，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晚上能够演到这个样子，嗓子能够唱出这个样子来，我都觉得很难为他了。我是真的，我是替他，我是这么想的。虽然我有两个同学学生来参赛，我觉得我们不是说非要来拿一啊拿二，我们觉得只是有个平台就好，中央电视台我们能进入就是孩子的福分。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五号选手。五号选手分叉准备必须听听，参赛曲目三岔口，长的五丑，参赛组别少年粤语组。刘丽华，哎呦，这出戏特别好，没什么词儿，但是表演特别的丰富。哎，有一个摸黑是不是脸对脸那个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下，来啊。他到底去哪里了呢？我们看看台上他表演如何。走，
这站住站住，谁是孙超举手，你是你干嘛愁眉苦脸的，这怎么了你累啊？好吧，那你站好了，我来介绍你行吗？哎，这位小孙超啊，电视机前很多小朋友啊大朋友可能多多少有点印象，因为曾经在2年前也就6岁的时候来过我们这儿，当时参加的是第4届全国京剧戏迷票友电视大赛，对吗？当时是你一个人来的对吧？今儿这位是谁呀、啊、是你的什么弟弟？叫什么名字啊？董泽佳。孙超，董泽佳。可能有人会觉得弟弟怎么两个人不姓不一样呢？其实两位啊确实是来自一个大家庭，他们都来自天津的 SOS 村。在他们家里面啊有7个兄弟姐妹是吗？哦，然后都是受小孙超的影响，现在弟弟新加入的这位小成员呢也开始学戏了，学了1年了。还有一位谁？姐姐。你缓过来劲儿了，哈哈哈。姐姐怎么这次来参赛了吗？没有，姐姐在家里看电视。但是也参加了海选，非常遗憾姐姐和弟弟这回无缘于我们这次的决赛了。好，来，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的成绩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来，李祖明评委。不简单，你也不容易，以后你注意点，就是那个有的这武戏也有节奏的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刚才那拨门呐，你上来就哇这么快，人家有锣鼓点的，知道吧？扎扎扎扎扎扎扎，由慢到快，就这小地方啊，有节奏，一定要有节，别乱，一乱就不好看了。还是总来说不错，不容易啊。给了一盏灯，刘伟坚评委。孙超也是有人缘的，在台上特别喜庆，他办完之后呢，哎，让人看着特别开心，台上也有机灵劲儿，面目表情也丰富，几个反应他都有。因为这武丑行当啊，除了你能翻能打，你还要有一个特别好的表演才能抓人，尤其三岔口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全靠你的表演让大家知道你干什么，都不错。我就建议啊，你如果进到最后了，你一定把那个铁门槛儿啊再加上，那就更精彩了。行，好吧，行，我让你过了。好，两盏灯。那最后李伯祥评委。俩宝贝儿，我可是关键的一灯了啊！想说点什么？你说。给我灯吧，拜托了。还会撒娇呢。俩孩子表现的是真好啊。这个虽然说在某些方面稍微有点小欠缺，这是10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的问题。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。他才9岁，特别那任堂会那几岁那小孩也一样，9岁，比他稍微小一点。打桌子，其实他刚过完生日，应该准确的说，刚刚过完生日10岁了，是吧？那个任堂会也值得表扬。刚才打桌子上一前蹒子下来，多利索！因为我小时候练过，我说过，我的老师是邓金坤，也是老演员了。我小时候也练过蹒子，我在屋里头翻下来之后找不着我了，掉水缸里的了。好，三盏灯，高兴吗？高兴，这吊门。不过在这儿我还要啰嗦一句啊，两位孩子在舞台上能有这样出色的表现，还要感谢一位，那就是已经资助他们3年的一位叫李尚的小姑娘。那位小姑娘呢，曾经到他们 SOS 村去当义工，后来呢就发现了这些爱戏的孩子，于是呢就资助他们。但是呢这孩子没过多长时间就要到美国去上学了，没有办法，他又害怕中断了他的爱心，于是呢他就委托他的妈妈，当时跟他妈妈有一个协议，有一个承诺，就是妈妈一定要替李尚来完成他的这个支持孩子这个梦想，每年呢都会付出4万多，将近5万块钱。这个孩子当时就跟妈妈说，说这样子等我将来上班以后，我挣了钱以后一定要还给妈妈。好几次呢都没有办法，因为在美国没有办法来看两个孩子的表现，但是今天啊，李尚为了来看他们的比赛，为了给他们加油，专门从美国飞回来了，现在正在第二现场等着他们呢，我们也用掌声来欢迎欢送他们，也欢迎李尚。好，赶紧去告诉李尚这个好消息。孙超，老师对两个学生说点什么？表现很好了，已经表现好了，孩子们享受生活，享受京剧，享受京剧给他们带来的快乐。哎，真是，我向您表示敬意，真的，老师，有很多的老师，更应该加入，投入到关注我们的 SOS 村当中。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姐姐也从美国回来，高兴吗？高兴。哎，听姐姐说两句。
我觉得他们真是太棒，我觉得特别荣幸能和他们一起成长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每天也都从他们身上学，然后就是真是太为他们骄傲了。其实我们从你身上也学到了很多，一种大爱，感觉我们特别的在你面前我觉得特别的尴尬，下回你能不能去之前能叫上我呢？好吧，让我们更多的人也都加入到你的行列当中，不要一个人，是吧？我们的队伍其实很庞大，只是不知道，但是今天知道了，我相信电视机前更多的人会加入你的行列当中，我先第一个报名。好了，让我们认识一下六号选手。六号选手徐新军，8岁，地区北京，参赛曲目四王僚，行当花脸，参赛组别少年业余组。这出戏可很好听，我们一起来欣赏吧，走。将至，列国之中，管持事啊君，请不得不放于眼里。莫怪呀！
去。考大家一道题，一个字儿，看你们认识不认识。上面是个文武彬，下面一个宝贝的贝，这字儿念什么？知道的请举手。只有极个别的举手了，念什么？晕。很多人都彻底晕了吧？看看三位评委晕没晕。从李祖密评委开始。嗯，我还真有点晕了。我给你讲讲为什么，你现在就是不趴弦儿，知道吧？我什么叫不趴弦儿啊？就是胡劲儿起的，这定着这调门，他没跟他的一个调门。哦。他唱他的，这胡劲儿不容易，拉下来了。他拉他的，他唱他的。没在一个这个音符上头，你这个是，你这得加加功，啊，其他我先不说了，就你先把这个最主要的，一定得跟乐队得合到一块儿，不能说乐队起着这个调门，他起他的，你唱你的，那不成，得合在一起才成。嗯，因为你有的时候一拉长腔，你还能跟这调门一样，所以我证明你不是。完全有毛病，还是合的少，唱的少，以后多唱唱，好吧？好吧。那刘慧娟评委。我同意李老师的观点，回去再多练练啊。好，李伯祥评委。我说三个亿，你爸爸你妈妈不容易，把这推到这儿来演出，向他们表示谢意。李老师的辛苦，我表示敬意。孩子对这盏灯，我表示歉意。没事吧，孩子？没事。想说点啥？跟自己说点啥？就是还得努力。好，跟自己说还要努力。舞台上的精彩，舞台上观众给你的掌声，都是你所有的努力才能换得的。为了赢得更多的掌声，咱们回去好好努力，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掌声欢送我们。您说说。首先感谢央视给他们这么一个很好平台。我儿子今年毕竟才8岁，能走从海选中冲出来，我也觉得我已经非常的满意了。而且我周围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今天都坐在电视机面前来看，说明我觉得这通过这个呢，能把京剧咱们这国粹能传承，能范围更大的传播下去。对啊，特别好，听见了吗？妈妈的那个同事啊，就你的叔叔阿姨啊，都在电视机前看呢，看你刚才不错，我给你扇一下，凉快凉快啊。跟叔叔阿姨们说两句什么？感谢曹老师，方老师对我的培养。好了，评委其实语重心长的说出了你一些不足，你下去改进啊，非常的好。